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漂亮的 Martin 的 Custom Shop 私人定制。那么这支琴呢，首先我们从颜色上看，它是呈一个紫红色，这在 Martin 的吉他里面相当的少见。那么首先呢，它是一个000的筒形，14品的插切，所以说它叫做000-F。后面有一个叫 sepal，那么 sepal 的意思呢，是指西非的桃花心木。是指我们这支琴的 Turnwood，它的侧板和背板呢采用的是 Sepal Mahogany，西非的桃花心木的背侧。那么这支琴的面板呢，同样也是采用的 Mahogany 桃花心木，它的音孔花环采用了麦穗型的实木设计，有着许多的颜色进行跳跃。黑色的护板，它的琴码 bridge 和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都是采用的乌木 ebony，弦钉呢也是乌木，上弦指 nut 和下弦指 settle 都是采用的骨质 burr。上弦指的宽度呢为1.6875英寸，42.8毫米左右，握持感呢相对会比较瘦窄一些。有效弦长上弦指到下弦指 scale length。为25.4英寸，645毫米左右。那么它的琴颈呢，同样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心木哑光的工艺。弦钮呢，采用的是 Groova 的镀铬的卷弦器。面板桃花心，背侧桃花心，琴颈桃花心，在 Martin 的 Custom 的工艺下会呈现什么样的音色呢？让我们来听听吧。